感谢药师协助建构防疫战线，并从事鼓励民众重视药品安全使用的卫生工作。台北市卫生局将办理第九届绩优药师人员表扬评选活动，即日起到9月15日，凡资格符合者皆欢迎报名参选。那其实在这一次疫情期间，我们的药师人员在社区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好，从口罩实名制开始，好，一路上陪伴到大家到现在。那我们为了要鼓励这些热心公益长期坚守岗位的一些药师的一个专业人员，那我们从103年起，卫生局就一直在办理所谓的绩优药师人员表扬的活动，目的就是把这些优秀的人员选出来之后树立相关的典范。那今年110年的一个表扬活动的一个评选呢，我们预计报名时间是从即日起到9月15日止。好，那相关的一个报名的条件呢，它必须符合台北市职业满3年以上，而且在同一个机构连续职业满3年以上。那最近3年内没有获得我们的绩优药师表扬的一个状况，而且在职业期间是没有违反药师法跟药师法的相关规定。此外呢，他还是要对我们台北市药学专业的革新创新还有重大贡献，或者是对我们家庭药师的一个卫生政策推动具有具体成效的一个药师人员，都是我们想要遴选出来的一些优秀人员。相关报名推荐程序可以到台北市卫生局网站下载，欢迎台北市药师及药剂生踊跃参与。记者温俊台北报道。